们刚才举了两个中国大陆的代表型的水族馆，这两个水族馆呢，上海水族馆它其实有一个 很漂亮的建筑，那北京的水族馆它可能就是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在做的，可是你仔细看它的本质上面呢，其实还蛮类似的，对不对？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十年，可能在未来的十几年也是水族馆发展最快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课哈，或者透过大家对水族馆的期望啊，让每个地方的水族馆都开始有它自己的特色，也有它社会教育、环境保育的功能，而不会是像过去那个样子。虽然南北差了好几千公里哈，然后大小也差的也不太一样，可是它表达的东西可能都是某些设计师或者某些规划师的千篇一律的表达方式。下面呢，我给各位看一个比较不同的水族馆，那是一个教育型的水族馆，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斯贵普兹海洋研究院的附设水族馆。那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斯贵普兹的这个海洋研究院是全世界数一数二，排名数一数二的海洋研究院，它在学术研究上的地位和它的成就啊，是受到全世界的肯定的。那他所设立的水族馆或者水族博物馆是什么样子的呢？值得我们来看一下。好，这就是他的附设的 Stephen Birch Museum Aquarium 的外观，它其实还蛮朴实的。然后进去了，它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海马的这个设计哈，那就是当然也是有它的艺术性，其实也是有它的娱乐性的。它设计的一开始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沙丁鱼的回游鱼缸，它不是随便就是要像我们这样放个圆形缸了，要给人家去做回游鱼，它不是，是因为加州外海以前就是美国最大的沙丁鱼的那个捕捞区。所以他把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海洋生物就放在他的入口的前面的一个展示，但是是活的。他也有触摸池，他的触摸池就是放在外面，然后这边的一般触摸池的生物都是潮间带的生物，就是海水可以涨退的地方，所以他能够在潜水，他比较强壮，他可以经过人那碰触啊，或者拿出水面放回去，它可以活的。那这样子的生物，它真正所享受的自然环境呢，其实就是阳光、空气、水变动比较大的地方。所以你看它的触摸池不是摆在室内，它是摆在室外，它让生物真的更接近它的自然环境。我刚刚讲过，在蒙特利湾水族馆啊 ，Monterey Bay Aquarium。它是最早用触摸池给人家摸的这个水族馆之一哈，其实是第一个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它的触摸池其实也是在户外。那触摸池摆在户内有没有，室内有没有不好呢？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只是在说明在设计这个水族馆的时候，那东西方的设计师或者西方的设计师到了东方被东方的业主要求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是有差异的。小朋友们非常的高兴啊，他也不是给大家随便这样摸的，他是有这个解说员啊，这是义工啊，来帮小朋友们做解说。好，你进去了以后，你看到他基本上是一个海洋研究院所附设的水族馆还有博物馆，所以你看他有很多的海洋的地质冰川的变化的介绍。那它也有整个海洋的探测的一些介绍，这边我要特别请各位注意一下子哈。记不记得我在最早的时候我讲过台湾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就在基隆刚刚开幕的那个馆，它有做很多类似的这种海洋知识或者海洋科技的展示板。
那我那时候有讲说，他做了很多的展示板，他真的展示的部分其实是有限的。他后面做的很多看起来很漂亮，其实是没有太大帮助的装潢的东西。那你现在看这个Stephen Birch， 就是这个 Museum Aquarium 这个水族馆的时候，你看他后面的展示的东西，基本上所有的空间用的都是做来做教育表达、做展览的，他就没有像我们东方民族哈那么注意这个哇华丽的装饰，因为我这是什么国家的东西，我就要放很多的这个怎么讲，看起来很尊荣的这个设施哈，觉得他们就比较少这一套。你可以再看前面一张，看有没有？那整个一直到上面，它都是它的希望传达的知识的东西。那这个展示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就告诉我们在全球暖化上的未来的地球的一个预测的方式。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现在的地球哈。那如果继续全球暖化下去的话，我们地球就变成这样子，变成一个火球了。可能最近这一两年，大家都已经觉得，你们现在住的旁边有没有？天气热的时候也都像火球一样，是不是？这是真的在发生的事情。那他们可能，这个我大概是在2009年的时候去做了一次访问，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对过去的东西的表达和对未来的东西的预测，其实都同时在呈现在博物馆里面。然后呢，这是他们的一个珊瑚礁哈的展示，因为它整个博物馆水族馆不大，所以它其实这个水缸很小。可是呢，它有一些很特殊的展示，所以它会展示一个水缸。你看底下字，它会讲说这是一个健康的珊瑚礁。然后呢，它会给你看是这是一个白化的，就是不健康的珊瑚礁。你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水族馆展示的水族珊瑚礁的那个水族缸里面的珊瑚礁，其实都是像这个样子的，你们注意到？那在自然界，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也是这样子，因为全世界可能有高达30%以上的珊瑚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可能有高达70-80%的珊瑚礁其实已经在逐渐破坏中，所以我们去很多时候看到的它就是这样子，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美丽的自然面目应该是这个样子。好，它的大型的水族缸也不是特别的大，它这是它的鲨鱼缸，但它有一些其他的教育性的意义的东西，譬如这个是讲鱼类的隐藏，就是怎么样去模拟自然的一些环境，就是泥态的，让你它在环境中间你就不会被捕食者看到，它就可以长命百岁。你们看到这边有一条鱼，你们看到就在上面有个像叶子一样比较黄一点的，那是一条鱼在海藻床大的海藻床里面所演化出来的鱼的行为，还有它的外形。这里啊其实也有一个伪装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东西，看到了没有？我告诉你，就是那个红色的，那是一条鱼，你们看到那嘴巴向上，那是一条红色的鱼，可能是石头鱼那一类的鱼。旁边这个黄色的藻类呢，也有模拟它的生物，你看就是这一条，就是这，其实用一条是没错，也可以一只啊，看到没有？这个海龙啊，这是海马的一种哈，一种变形的海马，你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那个颜色不是红的，有点白白的那个东西，那一只看起来最像，对不对？那是因为光线的缘故啊。那右边的呢，当然就是很明显的看出来有一只海龙游在那个地方，所以它们整个身体长出来这个皮褶就跟海藻的叶片其实非常类似。这个地方啊，其实应该也有一条鱼，但是很抱歉啊，我自己都没有找到，所以要请各位共同努力了。但是如果我们都找不到的话，那我们唯一可以惊叹的就是自然界的奥秘啊，真是超出我们这种肉眼凡胎的眼睛。
你看，在Stephen Birch 就是这种这种比较教育型的水族馆里面，他做的这个展示，生物的展示其实就非常有意义。你看他做出来一个突出型的这个水箱，对不对？就像我们在乔治亚水族馆讲过类似的水箱。乔治亚水族馆的时候，它其实是比较商业型的，可是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做了这种水箱了，它不但在把那个生物拿出来给你看，它在上面就是眼睛所及的地方，它就把它整个的说明就讲给你听，那其实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地方，尤其是对小朋友，真的是看到了知识也就看到了生物，看到了生物也可以去追寻后面的知识，其实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啊，这边是他培养的一些山，我看右边有没有啊？就吊起来，他就培养的这些东西。那这个以后在介绍海生馆的时候，我们也会讲的这种海洋生物的人工培育的方式。看这个健康的水母，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另外一种水母，这种水母是倒立的，它的须须是往上的，它会把那个它的碟子哈，就是那个身体会贴在这个海底，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水母。那它上面不是那个须须上面有一些深蓝绿色的那些东西吗？那就是它共生的藻类。所以它翻起来以后啊，它的藻类共生的藻类就有更多的机会碰到阳光啊，能够获得更多的阳光，它的光合作用就会更好。生物是非常有意思。这是更近一点，看到没有？它那一根根的触手上面，里面都是有点深绿色那种感觉，或者褐绿色的感觉，那就是它的共生藻在那个里面。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几只的海鳗啊，那它就是在加州外海的这种大藻床中间啊，就是它的适应的，它很习惯的这种生态环境。好，这是它的大藻床的一部分的介绍。你可以看，这都是活的海藻了，跟我们看的别的水族馆里面的死的海藻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大藻床就是海里面的森林啊，甚至海里面的热带雨林，因为它不是在热带，它是在温带的水域啊。但是它的生物非常的丰富，就像我们的热带雨林一样，陆地上热带雨林一样，有非常多的生物多样性。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生物生活在这个海藻森林中间。海藻森林非常大哈，长得很，可以有从水下上面可以有二三十公尺。我以前在这个地方研究，也在这里面潜水过，所以那种感觉就像在这种藻床的森林中间游泳的时候，不要用游泳，用潜水的时候，就从那个海藻中间穿过去。就像鸟类啊，在那个大的树木的树枝中间穿过去那种感觉，非常非常过瘾的。所以你看到这些鱼妈哈，它真的应该是非常快乐的在树丛中飞翔哈。我就想到那个庄子讲的哈，子非鱼哈，焉知鱼之乐？因为我真的在那里面潜过水哈，所以我知道它应该是很快乐。是另外一个照片给各位看，那海藻床哈，那大的海藻它生长是非常快的，它一天呢甚至可以长到30到50公分，一天呢，有些竹子也可以长这么快哈。那所以这个大的海藻床呢，它长得很快，所以在美国就有一个工业，它就是定期就会把这个海藻长出来上面就会把它割掉，然后收割用海藻去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生产的原料，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海洋农作物。